北回线开往寿丰二三二测试普悠玛斯桥号。第一个台 B 车即将进站是14:13，机由北回线开往寿丰二三二测试普悠玛斯桥号。本次列车只有八节车厢，请在第一月台 B 车一车是八车的位置候车。本次列车为普悠玛斯桥号，非持有当次列车乘车票旅客请勿上车，谢谢您的配合。南下第二月台 A 侧即将进站是14:14，经由三线开往嘉义轩车。第二月台 A 即将进站的是14:14，经由双手可用嘉义关枪。14:13，经由北回线开往寿丰二三二四普悠玛斯桥号，在第一月台 B 侧一车至八车的位置挂开了，还没上车旅客请赶快上车。本次列车为